猎仙也就罢了，人间怎么就成王轩与老张的了？秦城听着他的黑话，没怎么理解。轰！地动山摇，月坑那里崩解，附近出现巨大的黑色裂缝，贯穿向四面八方，似乎要撕开月球。一瞬间，秦城从心了，立刻理解了人间该归谁，喊道：“老张在哪里？” 王轩心头压抑，感觉这宇宙星空都要压落下来了，这万物都要归回最初的原点，他的头皮都在发炸。因为他形成了精神领域，看到的比秦城更多。月坑在崩开，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要出来。他顾不上回答，拉着秦城狂奔，风驰电掣。月球上引力较小，他现在像是在贴着地面凌空横渡。 终于到了千年道观上书写着三个古体字“正一观”，道教赫赫有名的祖庭，从龙虎山迁移而来。当然，历朝历代时有战乱，他曾多次重建，但基石无损，较早时期的砖瓦残垣也有遗存，而最初的那篇道图也还在，全被搬来了。尤其是张道陵的某些遗物供奉在道观中。进了道观后，王轩直接就喊老张。 这月球要换了天，我请你来把把关。千年祖道观中有些道士进进出，很忙碌，各自都在布置，没人搭理他们两个。秦城心慌得不得了，压抑到了极点，都要窒息了。他咽了口唾沫，道：“感觉老张和你不熟啊？我我和他是神交，现实中没见过。”王轩进来后，见没人注意他，顿时在这片古建筑群中寻摸，道：“我得找一找。” 老张究竟在哪块谷中沉眠？别说了，会被打死的！秦城受不了他的黑话了，这要是让一群老道士听到，他们两个大概走不出道观。找到了，在前方。王轩，别看嘴上轻松，但是头皮欲裂，内心紧张的不得了。以超强的感知，不断捕捉月坑方向的景象，他觉得自己的精神领域都要爆开了。 他认为那里不是有绝世大妖魔要出来，就是有至强的烈仙要进入现实中。这片建筑群很大，路上的青松翠柏无风自动，枝丫摇摆；千年石塔矗立，簌簌坠落成石屑；更有数百斤重的铜钟自动轰鸣，嗡嗡作响。整片祖庭都有些异常，可以想象月坑中的东西多么恐怖。老张的骨头在祖师殿中。 王轩看向前方，那是一片发光的电宇，起初朦胧，接着犹若黑夜中的一堆圣火。随着月坑震动，祖师殿中光焰蓬勃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璀璨了。秦城看不到光，这一切都只有超凡者或者形成精神领域的人能目视。王轩颇感遗憾，这人间的璀璨，月坑的妖火，终究只是他一个人能欣赏，无人可同见共议。 他叹息，说：“到底这人间似乎还都是他的。”然后他看到祖师殿猛烈的晃动，并不是地震。那座古老的建筑物在发光的同时，宛若有了生命，像是在呼吸与脉动。这次秦城虽然看不到光，但是看到祖师殿在轰鸣，在巨震。他脸色发白，低语道：“我感觉老张的棺材板要压不住了。”神秘因子飘落，在王轩的眼中。 像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，这是他在现实中见到过的神秘物质最为浓郁的地方。接着，王轩看到整片祖师殿被一团光淹没，像是烈阳坠落覆盖此地，太壮阔与震撼了。一时间，他都不敢过去了。老张的存古地十分吓人，这是被刺激到了吗？你真看不到吗？他问秦城。见到这种惊世的异象，居然无法与人共赏，无法热议。 唯一人遥望真实人间，实在是有点高处不胜寒。我看到房子在跳，也听到了棺材板撞击的声响，别的没了。秦城如实告知，脸色雪白。他觉得太吓人，老张真要活了。王轩也是心中没底，老张太猛了。如果将他从古代的大坑中拽出来，自身会不会反被他顺手塞进去？再有，这是老张吗？他突然想到这个问题。 还没最终确定呢。嗡、哦，鼓殿轰鸣，瑞霞喷薄，有一股力量牵引王轩，要将他拉过去，并且他听到了虎啸声，惊天动地，像是有盖世妖魔要出世。王轩的精神领域皆要被震散了，他很想口吐就吐的二字国叹，真是见鬼了。王轩拉起秦城，扭头就跑，撒丫子狂奔，贴着地面都飞起来了。 他对那种声音太敏感了，在内景地中，他与老陈差点被一头白虎给吃了。怎么这地方也有虎魔？你不是要找老张吗？秦城问道。先看看这人间离了王轩，月球是不是还在转？他在远处停了下来，回头遥望。王轩怀疑，难道是因为从龙虎山搬迁来的祖庭，所以出现异象时伴着龙吟虎啸？ 他站在相应的距离内，如果情况有变，他可以冲过去放老张出来，也可以转身继续跑路，没有急着做选择。因为从本质来说，无论是月球地下的生物，还是老张，估摸着都是古代大坑中人，无论谁出来都不是很稳妥。人生不要急着做选择，王轩让自己沉着，先稳住。这时传来阵阵惊呼声，许多人都在仰头观看。 保护层外，高空中那艘飞船出了问题。事实上，早先它就不对劲儿。不只是王轩，许多人都看到那艘飞船最开始时就像是被禁锢了，数次巨震。现在，它缓慢地朝着月坑而去，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牵引着它，要将它抓到地面。果然，这人间离了王轩，月球还是在转，有神圣之光激射而起，向着月坑轰去。 道教祖庭正一观整体发光，主要是自那原始的道土中冲起，石基中有仙霞流淌。道观最古时期残留的有裂痕的青砖灰瓦也在绽放无量光，组成符篆打入月坑中。幸亏我管住了手，没乱放人。老张这是在正一观的主殿，祖师殿中或许有他的鼓但是多半也和佛门地宫似的镇压着东西。王轩擦了一把冷汗。 觉得还好，没有乱来。半空中，那艘战舰因此摆脱禁锢，晃动着，渐渐升高。它的动力系统显然受损，不然不会这么慢。很多人都在欢呼，战舰摆脱了束缚。秦红已经在升空中，他在那艘战舰发动前已经提前坐飞船离开月球。此时，他得到前方的最新信息，冷冷的开口：“在这个时代，科技文明璀璨。” 所谓神秘也可解析，没有解决不掉的麻烦。列仙已死，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却可以触及长生。这时，白马寺发光，有光束落入月坑中，让那里崩开的地面趋于安静。王轩感叹，他现在看到的是什么？超凡力量镇压绝地，神话再现，可却没有第二人可与之共观。两大祖庭都发威了，压制月坑，让那里归于平静。 王轩回头看向祖师殿方向，越看越流冷汗。那地方的神秘因子如大雪飘落，但也有煞气弥漫。祖师殿下半部分是青石筑成，上方是殿宇，该不会是镇妖用的吧？佛教地宫下，除却祖师舍利子外，有时候也还会镇压一些了不得的东西。道教祖庭的格局应该差不多，那座祖师殿下该不会埋着一座石塔吧？如果老张已有仙骨， 在镇压着什么？突然，地面像是在颤动，引发所有人不安。月球陨石坑那里，漆黑的大洞如同深渊，像是有莫名的力量在扩张。而在月球的上空，那艘战舰毫无征兆的坠落，向着月坑砸去。糟了，动力系统坏了，战舰出事儿了。情况不对，它即便失事，也不该偏离原有轨迹那么远，斜着坠落向月坑了。这件事还没完。 许多人抬头，无比紧张。今天这件事一波三折，实在是有点离奇，细思极其恐怖。在黑科技层出不穷的时代，月亮上一口漆黑的坑洞居然能干扰飞船坠落，神秘力量强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事情远不止如此。在王轩以为普通人始终无所觉，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超凡人间时，保护层内无数的惊呼声响起。 月坑中的生灵在漆黑的地下施展手段，神话传说竟在接近现实，出现极其剧烈的能量波动。许多人都看到了，有灿烂的光扩张，这是人们第一次见到月坑中的超凡异象。那里光雨扬起，看起来柔和而绚烂，但是却极致的危险。它的速度很快，洒落到高空中，将那艘坠落的飞船禁锢，然后大面积的光雨组成一只手。 庞大无比，轻轻攥住飞船，咔嚓一声，就那么生生的捏断了。